万事邦真是时逢日下，我们的邦友既然迟到，失恋了，是有一点点迟到，但你看看 ，Only 怎么只有咱们两个人啊？你知道霆东请假去深圳了吗？不知道，本来咱们就没几个人了，对啊，现在队都分不开了，那怎么办？大野哥，打扰。你好，你好，大野哥，早上好，大野哥，早上好，大野哥，早上好。你怎么没告诉过我？我有点吓到了，这个人。欢迎你，你的光临。三金早上，拜码头啊。旺仔好，现在欢迎应采儿。我们有一个小小的一个仪式，带你去心愿作战室。走吧。开。怎么样？我觉得采儿这种东西一上来可能就会了。什么东西？就是我们节目的这个 slogan。哦，我猜一下好不好？你猜一下好吗？心纯净，心至美。哎，慢慢感受到了，然后再给你，你再感受一下。红唇的怡宝水，差不多了。可以拍一下那个板子吧？戏太好啊！那你来一遍，不准看我了。我不看啊。本节目由心纯净，行至美，要约就约，纯纯的。怡宝水独家冠名播出。好好好，我们打开心愿，来，我们有请我们的宝宝为我们打开心愿。宝宝，哎，怎么来？他够不到啊，够不到是吧？哦 ，OK， 那怎么帮？你拿一瓶水可以帮他够到这个。哇！这是心愿瓶。你有很多朋友，但我只有你一个。什么意思啊？大家还是看个视频吧。我们有可以通过我们的联想小心，看一下最终的任务到底是什么。大家好，我是交易，一名宠物训犬师。现在呢，我带着大家来感受一下100条狗狗的日常生活。小黄，乖。我们还是出去说吧，因为这里面实在是太吵了。其实这是蛙姨在2个小时前刚刚打扫完，但是由于我们的义工实在太少了，吴阿姨已经67岁了，真的有点力不从心了。毕竟我们这边吴阿姨收养了有100多条流浪狗，80多只流浪猫，每天的工作量也非常非常的大。在照顾狗狗方面的话，狗跑了，大明星过来帮帮我们吧。